是这是什么影片啊？这样子准备好了，哇，那好热好热。那么我今天我的隔离影片马上开始了。听不懂，不要，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是我在隔离吗？等一下，因为我在隔离嘛，所以我点的东西应该他会放在我门前吧。他好像走了吧？呀，这个房间太小了。啊，因为我怕自己逃走，所以我所有的东西放在这里了。给你们看，噔噔，一豆赞，绿贼绿赞，一豆赞，哎，我的隔离跟一豆赞一起，我会更幸福。我点了三个，这个两天吃一次，我的计划是两天吃一次，所以我要慢慢享受这个一豆赞。鹿站，鹿贼鹿站，我为什么看不懂？是，对了，然后这个我在这里在韩国买的话要100台币，太贵了。可是，在台湾我记得没有这么贵，为什么会这么贵啊？所以我要慢慢享受，因为太贵了。就好了。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比较喜欢一豆站吗？因为我喜欢一豆站的广告。一豆站，绿贼绿站，一豆站，绿贼绿站。자빠게끔뚱따뚜루뚜루뚜뚜뚜뚜뚜홍산여름이에지지반성이나자베꼬치뿌노我真的喜欢这个广告。天呵，看吧，我现在太饿了。太好了。还有啤酒。짠，这是韩国的啤酒。我一起喝，一起吃起来的话会更棒，更棒。你们看，可
可是这是什么影片啊？我本来想要一边吃一豆站一边喝韩国啤酒，可是我一边打扫一边喝酒，这到底这是什么影片？还是重新拍？